明明就有在保养，但脚皮还是很粗糙。雨森资深美甲师贝卡表示，小型搓方式可是会让你的脚皮越磨越粗哦。用剪刀剪脚皮这行为可是要不得，脚皮用剪的方式反而会启动你的大脑保护机制，增生出更多脚皮。磨脚板也有细疏之分，细疏越低摩擦面就越粗，用细疏低的磨脚板只会伤害肌肤，越磨越粗糙。磨脚皮的力道与次数不好拿捏，脚皮一旦泡太软，下次就会磨过头，将好的跟坏的脚皮一起被磨掉，反而使脚皮更容易增厚。在家光脚走路比较舒服自在，但脚底和地板之间也有摩擦，时间久了就会让脚底肌肤厚度增加，而且变更干燥与粗糙哦。